情深意浓，恨不成空啊，只要爱过，不必怨尤，不必感伤啊。既然爱过，那份浓情常驻心心房。曾经在春天里，你我浓情绵密，爱情像奇迹，深深情深意浓，好梦不成空啊。只要爱过，不必怨尤，不必感伤啊。既然爱过，那份浓情常驻心心房。你走开，君安，你怎么可以当着我们的面这样对待婉婷呢？爸，君安喝醉了，不要怪他。婉婷，爸，君安心情不好，你就原谅他嘛。秦家公，对不起，养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没有想到您这个结婚纪念日，都让君安给搅和，这真是对不起。我本来也不想过什么结婚纪念日，都是婉婷她一片孝心。秦家公啊，这年头好，还是生女儿好啊，多贴心呐、啊！结了婚都已经出嫁了，有事儿没事儿都还往娘家跑呢。亲家母，婉婷没有天天回家呀？哦，这我可就不知道了。可是她总是有一大堆的理由啊，就是不跟她的丈夫在一块儿。你说她没有天天回家，那她会到哪儿去呀？我们可搞不清楚了。亲家母，我知道，都是婉婷没错，是我儿子没出息啊，生意做垮了，事业失败了。这男人只要事业一失败，那就什么都完了。哎呀，太太，你说够了没有嘛？怎么了嘛？我又怎么了？哦，我说说话都不行啊！我怎么了嘛？我怎么了嘛？今天是亲家公亲家母的结婚纪念日，你知道吧？我也没有咒人家。他们过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哦，我说说话都不行了。好了好了，亲家母，就算婉婷有什么错，你就看在我的份上多担待一些，好不好呢？亲家公啊，这可不敢当啊。我们方家家道中落，我儿子又没出息，供养不起你们婉婷，都是我们不对，我儿子该死。你这个该死的东西啊！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，老在别人面前给我丢人现眼的，你还活着干什么？你去死啊！去死啊！你去死啊！妈，就不要再骂君安了嘛！你走开！他是我生的，要骂要的啊！我自个儿可以，别人都管不着。走开！妈，走，给我回去！秦家母，你要醉死也醉死在自个儿家里，干嘛死在人家家里啊？走，跟我回去！妈。美丽，你在想什么？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婉婷跟方娟安的问题竟然这么严重。我要是婉婷的话，我早就受不了了。喂，哦啊，是美婉婷啊，婉婷啊，你在哪里？哦，哦哦，哎呀，你不要放心上嘛。居然一定是说醉话，是不是？还是说气话嘛？哎哎，
不要放心上。啊，电话号码是不是？哦哦，好好。中间抽屉啊，中间抽屉，啊啊，美丽去看了。第一张是不是？6451606。6451606啊，6451606啊，好，再见。哎，永文，快来！看，这些文件跟资料，还有这张名片。哎，没，是他那批家具是不是？美是啊，美丽，你看这是居然的投资公司哎。哎呦，搞了半天，原来婉婷一直奔波就是为了要帮方居然做一个现成的总经理啊。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婉婷每天累成这个样子是干什么了？哎，那个王八蛋居然还竟然每天醉生梦死哎，这个我告诉你，你把这个名片还有这些资料全部拿去给方娟看，叫她把眼睛放大一点，看清楚一点。我马上去找她。自己看看。你现在总该知道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婉婷她为了要让你当个现成的总经理，她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？她得到的是什么？得到的是你的不谅解，你的冷言冷语的讽刺。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还每天拿着酒瓶在外花天酒地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一辈子就是做牛做马，你还不起婉婷这份人情。我告诉你，婉婷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。我该死，婉婷。这是干什么？你疯了是不是，太太？你不要管我，你不要管我，太太。你贺婉婷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老躲在屋子里边干什么？做模作样的！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妈，你找我有事？你不要叫我妈，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了。我儿子已经死了，等于没有儿媳妇了。现在是个无拘无束的单身女了，可以尽情的为所欲为了，这下你总可以称心了。太太，你在说什么嘛？居安死是死于意外，你怎么可以怪婉婷呢？我为什么不能怪她？我不怪她，我怪谁呀？打从她进了我们方家门之后，我们方家的倒霉声就没有断过。你是什么扫把星啊？
要再说了。我为什么不能说啊？你这个扫把星，你狐狸精，天生的克夫星，你什么人家不好嫁，你非要嫁到我们家来，非要嫁到我们家来，害得我们家这么惨。你瞧瞧他，你瞧瞧他，你瞧瞧他这副尊容。打从菊儿过世之后，他就没有伤心过，根本就没有掉过一滴眼泪。每天在房门里边把门关得紧紧的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你是不是在盘算着下一个该害谁呀？你干什么去？你可能太累，担心你气坏身子。你少在我面前蒙哭好似假慈悲了，你不稀罕你。好了，太不要再说，上去休息休息好不好？走走走。我不要。好了好了。妈，太太，他把我儿子给克死了。好了好。我要我儿子。太太，我要我的儿子吗？这些都是婉婷为居安做的。现在居安已经去了，本来早都应该交给您，可是那阵子大家都又忙又乱，又难过，所以到现在才拿来，请方伯伯你过目。宇文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？居安投资公司早就没有了。方伯伯，这件事的幕后功臣是婉婷。哦。婉婷为了要帮居安重新再建立起来，可是又怕伤了居安的自尊心，所以他就默默的。帮居安重新又开了一家公司，当初我们也都不知道，都被蒙在鼓里呀、啊，一直到意外的被我发现以后，我才告诉了居安，可居安就急着要跑去见婉婷，要向婉婷忏悔，可是那天他喝了些酒。所以才会过马路的时候。啊，方伯伯，这些都是婉婷啊、以居安的名下承办的，啊、恐怕方伯伯您也不知道，婉婷为了方家做了些事情，所以我们才决定把这些文件呢、啊，亲自给方伯伯您。真是太难为他了，太难为他了。
是老糊涂了。你对君安那么好，我还要怪我。妈，我真是该死，我真是该死。有你这么好的媳妇儿，我每天还要跟你找茬，还要在君安面前去误会你。婉婷，我真是好难过。我刚才在屋里边，你爸爸把君安在投资公司的事情都告诉我了，我听了之后，我真恨不得一头撞死。妈，婉婷，不要怪我，真的不要怪我。你要骂我，你要怨我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有第二句话说。婉婷，原谅我，婉婷，真的原谅我。妈，我求你，我求你不要离开我们方家。我们方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求你不要离开我们方家，我爹。儿子，我的宝贝儿子啊，你真是没有福气啊！宝贝儿子，你跟我回来，你跟我回来，你可以重新再开始，好好的对待婉婷啊！我们对不起他嘛，儿子，你给我回来嘛！不要怪妈，妈以前跟你说的话都是误会。儿子，儿子，你给我回来，你给我回来嘛！妈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像你亲生的女儿一样孝顺你。妈，我只求你不要再难过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。你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孩子。爸，你为居安投资公司费了太多的心血。居然现在人虽然是走了，但这家公司还是需要继续的做下去。为了居安，为了这个家，我把它再交给你，好好的做下去。不过我希望它能够改名叫婉婷投资公司。爸，你放心好，我一定会撑下去。至于公司的名字，还是用居安投资公司。真是thanks you。Thanks you, very, very. Thanks you.
知青，知青。我先打个电话回来，就这么一个人回来。我想了很多，而且我还听到哥哥的消息。说些什么嘛你！该死的是我，不是哥哥。他有希望，有前途，而我，我只是一个一无所用的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乖女儿，你还年轻。你有的是希望，有的是前途，千万不可以自暴自弃。一切只要从头开始，都还来得及。在病床上，我想了很多很多，为什么我以前错得那么可笑？为什么我以前那么可恶？乖女儿，一个知错能改的人是非常难得的。没有一个人会把知错能改的人关在门外的。只要他有勇气面对当前的一切。真的吗？可能吗？好，这些事我们暂时不去提他。我还有几件事要办。喝杯茶吧。谢谢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？今天是礼拜天，大伙儿都出去玩，我因为要赶个论文，所以才闭门苦读。怎么了？还想继续深造啊？这篇论文要参加一个国际性的论文比赛，我把实际的工作经验跟书本上的理论相配合，我看是不会太差的。知青，你这次回来做什么呢？我是回来忏悔的。连冬，我在香港想了很多很多，我不是一个好女人，我跟你离婚，又跟自己的婆婆吵架，甚至于还跟自己的儿女处不好，我就像一个刺猬一样，走到哪里刺到哪里。过去我实在很不好，直到今天，我才知道，一个女人最幸福的还是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。这一些我以前都拥有过，而我却去追求一种幼稚、自以为是的幸福。我把到手的一切都给扔掉，念冬。我扔掉了你，扔掉了小梅，扔掉了家豪，最后我把自己都扔掉了。过去的你的确是这样子。年冬，
怎么了？我们有机会重新开始吗？我知道，我没有资格。子衿，我很了解你目前的心情。一个女人，在最脆弱的时候，总是会想见到最亲近的人。可是我现在没有心情去谈这些。坦白地说，我对目前的状况非常满意。孩子们，父母帮我照顾得很好。我自己在工地的生活也很充实。我现在在写论文，也不容旁物来打扰。子衿，我现在很平静。我希望你能体谅我的心情，不要来打搅。至于将来的事情，不要强求，我们就让时间来决定吧。我现在才了解什么叫覆水难收。你安心的写论文吧，我回去了。有事打电话给我，我都在家。我送你出去。何必呢？再长的路，我都一个人走过了。哪在乎那么一点路呢？我走了，再见。张嫂，哎，把孩子带上去。啊，走，我们上楼上去。小梅，家好，你们还没有叫我。阿姨，啊，你，啊啊，我们上去呗。志清啊，你这趟回来不会再走了吧？嗯，我打算在台湾住下来。这里毕竟是我生长的地方，有太多值得我留恋的。嗯，这样也好，一个人在外也不是长久之计。爸，妈，这次我希望娶莲冬，孩子还有你们的谅解。过去我做错太多太多不对的事，我太不可原谅。妈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做了太多让你失望的事。可是我希望你们给我一次的机会，让我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志衿啊，你回来就好了，回来了就好了，我们大家都很高兴。只是你以后对自己要加强信心，我相信不会有人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你的。还有啊，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，以后再做事要好好的斟酌斟酌，免得爸，我知道以后我做事不会再那么冲动了，我会把你们的话记在心里。好吧，既然你回来了，就把心好好的收一收。真的爱孩子的话，就要有耐心，看孩子接不接纳你，看你自己怎么做了。我知道。
依你这个房屋销售专家的眼光，我设计的这栋房子有没有市场价值？建筑师，你操这个心干什么嘛？房子有没有市场价值是老板的事啊。房子如果卖得不好的话，我也没有面子。这个地段一向热门，你们老板连代销公司都不找，留着自己卖，就是算准了这个大厦好卖嘛。你放心吧。婉婷，你进来好吗？很好啊，你是不是又在替我瞎操心了？婉婷，说实在话，自从居安过世以后，我还确实为你操过心。可是后来看见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坚强，全心全意投注在工作里，我才放了心。连东，工作是最好的治疗剂，它不但可以帮助我忘掉许多人和事，再说我还有爸爸妈妈、公公和婆婆，他们四位老人家需要我的帮助，你说我能够不坚强吗？只是苦了你。连东，不要说我苦，你只要给我打气就好了。再坚强的人也有他脆弱的一面，尤其是来自好朋友的鼓励，是我最脆弱的时候最好的振奋剂。婉婷，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连东，我们都是那么多年的好朋友了，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呢？婉婷，你还年轻，你应该为你自己的将来计划计划。连东，谢谢你的关心，我很满足于现状，工作就是我最好的寄托。喂，萨连东。啊，你好，谷老师。对对，我是萨娇梅的父亲。啊，有这种事情？娇梅把同学的便当倒掉，好几次了。哦，对不起，谷老师，我因为工作忙，没有时间照顾孩子，我回去会问他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打他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孩子，一天到晚到底在想些什么？小梅。是跟爸爸说，你把同学的便当倒掉，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呢？你跟爸爸说，为什么？中午是吃饭的时候，你把别人的便当倒掉，人家吃什么？老师说你还不止一次。你跟爸爸说，为什么？说，你不说是吧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萨连东，啊，妈，什么？小梅不见了？她不是到学校去了吗？张嫂没有接到她，哇，她根本没有去学校啊！妈，您别着急，我来找她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会找到她的。好，再见，妈。会跑到哪去呢？
喂，婉婷啊，我是连东。连东啊，来找女儿了是不是？小梅是在你那儿。哭的惨兮兮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如果再欺负她，干脆给我做女儿好了。婉婷，你帮我劝劝她，我马上就过来接她。好，那么我等你。小梅啊，一会宝宝来了，跟宝宝道歉，知不知道？知道啊。还没有吃饭吧？阿姨去给你买个便当。嗯，来，坐在这里等阿姨啊，不要再哭了啊。吃啊！哇，好好吃啊！连总这么快就来了。小梅啊，宝宝可不可以吃一点？嗯。爸爸，我错了。乖，小梅，宝宝好凶啊。嗯。我不应该把王伟伟的饭丢掉，是我错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父子，你看看多难受，来吃点东西嘛。乖，小梅，来坐。志清，小梅，小梅，你不是想妈妈吗？你看，那个是谁？知青阿姨就是你妈妈耶，来，阿姨没有骗你，去叫妈妈，快啊！